这批档案牵扯众多，解衣工作只有你来，我才放心。嗯，别再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了，让老头子心少操点。嗯，好，知道了，知道了，怎么比家里老头子还啰嗦？慢慢，这种程度对我小菜一碟。不过这里到底是啥鬼地方？安保这么严密？毕竟雇主给人的感觉并不简单嘛。 别多管，尽快把东西弄到手。这一票干完，跟我们兄嫂好久了。啊，嗯，搞定。啊哈，稍稍有些麻烦了。还真的是，束手就擒吧。 小心！什么人啊？嗯，这一次一定不会让你逃掉的。 交差了，接着，老地方不见不散。